沉睡，请保佑这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今年这贺岁档是非常足的，好长时间没有到影院看电影了。大年初一，你一看大家从电梯上来之后，其实大家心里面还是挺激动的，就感觉电影就是又回来了。看到吴明莹，你好，很久没有看到中国电影能够拍出这样的一个完美故事情节的一个电影了。毕竟中国就这一个科幻视频能看，我们每年都要一块儿看个电影，前两年呢一直就没有看成，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终于能全家人都一块儿出来了。因为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走进电影院了，看电影也是家人出来团聚一种方式。我觉得没有电影就好像是缺少一点什么。我在踏上路的边缘，以前我弟弟啊老爷爷来看电影，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但是现在看来嘛，